央视电影频道报道，黄渤主演的电影《疯狂的外星人》目前票房已迈入15亿，也助力他主演的电影总票房超过100亿。截图自央视电影频道报道。中国电影报道，从影18年，黄渤参演电影作品近40部，奉献了数十个有血有肉的角色，其中6部为10亿级影片。目前来看，票房最高的三部依次是《寻龙诀》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和《一出好戏》。黄渤主演电影票房 TOP 10，《寻龙诀》16.78 亿，《疯狂的外星人》15.07 亿，上映终于一出好戏13.55亿，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12.67 亿，《西游降魔篇》12.46 亿，《心花怒放》11.69亿，《亲爱的》3.44亿，《记忆大师》2.92亿，《厨子戏子痞子》2.72亿，《无人区》2.59亿，